哎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醋排骨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丝儿我跟你讲，拔的特别好哦，拔丝糖醋排骨，不对，糖醋拔丝排骨，我们要想到新名吧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是拔丝排骨，你这是为美食界做了一个重大贡献，成功的开发了一道新菜，啊，糖醋排骨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咱们给它来个新名字啊，糖醋。排骨后面括号拔丝，真的就凝固在一起了，撕都撕不动。让毛毛把换备胎的撬棍带上来，给毛老毛打。这个凉了，等会儿都粘在一起拔不动了那种，知道不？对，真的是糖块一样的。嗯、这太会扎了，现在是拔丝，现在是糖醋排骨拔丝，后面就是糖醋排骨撬棍儿。嗯现在是用筷子捏的丝，拔丝吃，回头都在撬的丝。我操，这个菜绝了！我跟你讲，做菜这块拿捏的丝。我跟你讲，你这厨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标准，出神入化的境界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，我只有三年前做过黑暗料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这三年以来的第一盘黑暗料理，请吃光。我来试一下，没事，我不相信你啊！哎呀，我来感受一下，还好咱家筷子多呀。我就把空调开了。冷吗？把空调开了吧，别一会儿感冒了。我看你吃，我看你的表情。我表情很到位。我要看你吃，来。就像我刚刚那样，我就一吞下去，把骨头吐了，喝点水。其实我之前做的真的很好吃的。其实你们刚才吃它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错误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有一个点儿没有做到位。这东西其实怎么说呢？要听着音乐享受。对。给你搞杯红酒吗？等我蒸一下，就软了。这个要听着音乐才带劲儿。这是真的，我之前做过那么多次糖醋排骨，第一次把它做成这个样子，你真的有 bug 啊，小胖。高端的食材，不需要任何烹饪技巧。啊。啊，一股丝肉的骚味儿，有点烫舌头。甜甜的，骚骚的。嚼啊！是不是有种非常甜蜜的感觉？你要眼含那种，就是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眼睛都要流泪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很感动。绝了！兄弟们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味道已经很难用这个言语去形容了。很好吃，很香，兄弟们。我刚才吐的是骨头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牙齿，反正是一个很硬的物件被我从嘴里面吐出去了。你不需要用这样的，我自己吃。嗯，好吃，我跟你讲。真的好吃，不要怀疑你的厨艺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这个糖甜到极致，它有点苦哦，甜到发苦那种啊。嗯，这可能这个糖是过期的。没有，水放少，糖放多了。这个糖为什么会变成苦的味道呢？这是，兄弟们，这是哪个环节啊？这是，它明明放了很多糖啊，为什么做出来之后？好甜啊，特别好吃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感觉背后有点发凉，我就知道好吃。好吃吧？真的好吃。我听得见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长这么大，我跟你讲，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糖醋排骨拔丝儿，真的。虽然做失败了，下次做过不失败的好吗？没有，主要是我家厨房不行，下次去你家做。糖放多了，
我去炒第二个才好嘛，要是再失败了真的我从此退出厨房。哎，那可别啊，我跟你讲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啊，一次失败不能就那么放弃，你得去尝试，不断的尝试，不断的尝试，终有一日你会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好的。而且我觉得就不能就这么放弃了，啊？怎么就正好今天做失败了呢？一下子就直播出去了，好久啊！没有，这个很成功啊，兄弟们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情。你看我这筷子上还有个丝儿，筷子上还有根丝儿。我家的糖肯定是过期了，这个糖。是我家糖过期了。跟丝儿没关系，主要是糖过期了。这个，这是你珍藏的口味王吗？啊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对，你是哪里摸出来的？脑子藏在那个小东西里面都被你找到了，我操！四毛牛皮啊，我的珍藏版口味王果汁好槟榔就被他找出来了，湖北的。哎，这空调怎么风是冷风啊？你调了那个冷气啊？是热风啊，这雪花不是，不对，雪花是那个制冷的。哦，按摩式才对。哦，知道了，这知道是吧？嗯。我说怎么这风吹的凉飕飕的，越吹冷越吹冷，空调还以为坏了。是吗？赶紧吃一个槟榔压压味儿。这天气开空调没有？我是看他把衣服脱了，我怕他冷。啊，兄弟们，这屁股至少能生三个儿子，三个，一个都不带少的。大屁股生儿子，小声点儿。啊。我的烟到哪儿去了？当当当当当当，用上我的新打火机。我这边还有爆珠啊，好香啊，这中国心。槟榔加烟，装在这边。